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泰拉瑞亚。我觉得我之前应该先买个网，这个网子很容易重网啊，很容易赚回来啊。它可以抓小动物啊，像这个，我是刚好看到这只兔子金色，怪怪的，跟着去买个网子抓，结果它价值10金，我操，超贵的兔子。啊，其他差不多有个5银啊，7银啊，企鹅蛮贵的，12银多。然后还有什么蠕虫，这个钓鱼用的，红松鼠、蚱蜢是钓鱼用的。哦，然后就这对企鹅卖掉多少钱？6金，诶，6金啊，我操，哎，哦。然后小猪普满是相通的，我买了2个，身上还有一个，现在这边再一个嘛，然后再买一个，那两个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，所以它是相通的。像我现在是看左边这只是这样嘛，还有右边这只还是这样，所以它里面的东西是相通的。哦，猜一个下。剩下存起来。金色兔子啊，兔鸭子。现在鱼饵超少的，不然我要去钓鱼钓看看。松鼠，哇，10金，超贵。哦，然后。昨天收台之后，我盖了一个平台，让它长草啊，草就慢慢长上来。然后因为我下面没有封住，所以这边还会长藤蔓出来。那下面这个上面的我已经把它封住了。OK，就让它慢慢爬，爬到满吧。然后我想想还要干嘛？没有吧？还有什么要讲的吗？兔子抓。5银币，哦，挖开了，那剩下让它自己长就好了。然后镰刀可以割干草，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的干草。兔子好多哦，还有虫抓。今天就继续往后逛吧，看我可不可以离开那个沙漠啊！我操，那沙漠后面不知道有什么。左边我已经逛完了，那最后有一个遗迹，但是网打不过，之后再弄好了。太难搞了，是不是又晚上了啊？我怎么看到有个东西在那边跳跳跳？喂，哇，好扯哦！快被咬死了！沙漠苦手。也不行啊，这血量啊，又回去了。这样怎么办呢？哦，救命啊！不要过来！喂，啊啊，哈哈，死定了！妈的，我恨沙漠。好，去补血。太阳花。哦，然后我的僵尸手有换另打到另外一把更好的，它有加属性的，之前是白的，出
都比之前的好一点。它那个种子是这个吹管的。我不要等白天啊，这样我要干什么好嘞？哎，门怎么关起来？哦，帮补，我要钱40桶。那好像一次花一斤欸，怎么可能一斤还有成就哦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有这个魔力蛇精要做，现在。捡了64个，然后这个好像可以加到10个哦。我吃了2个嘛，还可以吃8个，这样我做9个。9个。哦。哎，不对，是总共到十个。好的，这样多2个。这个话可会做东西啊，这个黄色还会做东西，制作看看哦，哦不行了啊，那所以这两个魔力水晶就没屁用了，坠落之心欸，星星炮，没有陨石锭，没有迷你沙，日盘块。这不知道干嘛的，星星瓶，我问，星星瓶，不是长这样哦，好吧，哦，还会做药水啊，做鱼饵什么的，我操，哇，独角兽角这是，感觉就很难弄，魔力再生。死亡草、月光草、小丑剑，好吧，应该存起来了。我怎么搞那么多奇怪的东西？要放哪里好？何处归？我想想哦，材料在哪一箱啊？这箱吗？不是，自己放到自己都不知道放哪里。在这里啊，这箱应该是材料。这可以给别只吃啊。等一下，我先去加。还是继续放身上算了，也是弹药欸，所以可以拿来丢。这是弹药欸。What？真的。那可能是星星枪要用的弹药哦，啊，日出后消失哦，然后还有玻璃，对，完了我还要做东西，玻璃要做什么？突然忘记了，不是这里，玻璃瓶不是，啊，我要做时钟啊，铁簪，哦，我不知道时钟有什么用，出来玩的。时钟，怀表知道可以看时间的。时钟，先做个烹饪锅。时钟，要换时钟嘞。马桶浴缸应该都没什么用。然后还要做一把银弓。7个。没有附加属性。还要做什么？玻璃窑，这个也不知道干嘛的。哇，我的铁锭消失的超快，通通弄一弄啊！重型工作台，反正现在晚上那个沙漠我应该跑不过去，那比左边那个沙漠难多了。还有会飞的，有没有？超扯！那时钟欸，找不到时钟。说好的时钟呢？还是不是在这里做？我去木头那里看看。
不会在这里吧？哦，好的，在这边。中夜幕时钟，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看时间啊？哇，这么高，哦，放楼下。哦，有，这样就可以看时间了。可以离多远？这么远？诶，还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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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差不多到这里，一段距离里面可以看时间啊，放在身上可不可以啊？现在时间，哇，这么准的哦，精准到分 ，K 掉 ，K 掉就不行。在家里可以看时间了，然后我要其他东西啊。看一下烹饪锅可以做什么。欸，什么都不能做，是因为我还有什么材料没有？挖起来。烹饪锅，锅一啊。锅一啊可以做铜锭哦，欸。好的。可以做玻璃。20个。哦，然后玻璃椅子、玻璃门、玻璃梳妆台，好多玻璃的东西都可以做。玻璃吊灯、玻璃蜡烛、玻璃蜡烛是什么？玻璃梳妆台、吊灯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重型工作台，哦，做一个，我操，数字雕像跟，我用石头做的雕像，哦，然后，为什么到处都可以做怀表啊？是。多希望做个表什么的，那个烹饪锅就没用哦。哇，摔！我会把烹饪锅丢进去，不行。烹饪锅不能放进去，不能放在火上。这个应该是旁边工作台，卡掉。所以我现在烹饪锅没什么用，我放在下面。要点火。好，没有。OK，然后咧，我想想啊，怎么还没天亮啊？还有晚上9点。哇，好烦哦！收集一下星星，对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铺这条路，铺到左边那个遗迹去。那只 BOSS 真的现在打不赢啊，我没办法。试一下攻好了。现在走路走超慢的。我这个是准备打那只眼球 BOSS，然后这条路刚好可以用啊！我已经铺完了，才看到原来要留一个很长的平台，可是有可能也不需要。诶，那弓要怎么丢？哦，扣箭，射一发一个，可以捡回来吗？诶，箭可以捡回来哦。哦，就有的键位坏掉，有的可以继续用。好的。啊，可是伤害真的有够低的，才10而已。然后这个会长那个什么闪耀什么的。哦，100只僵尸，多一个棋子。看，
中率超低，浪费子弹啊！啊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，我命中率怎么这么低？咦，这样直接射出去会在吗？口不见了，所以箭矢是有几率保留，它有可能消失。嘿嗨嗨，哦，我现在才看到，啊、不要浪费箭。虽然箭好像也很便宜啊，看一下箭，咦，我只能做烈焰箭。欸，普通的箭要怎么做？反正这边不能做，我工作台看看看。啊，还是老实的用这个打好了。嚯嚯嚯！没有敌人，我来了，这比较麻烦了，打一下跑掉，我把他打爆了，算了，反正那个人超多的，人超多的，喂，有一个坠落之心。又一个也太多了，欸，又一个连续哇，还有欸，怎么那么多，之前没有那么多啊，他莫名其妙弄一堆坠落之心掉在上面，欸，又有了哦，然后到那个遗迹了，就是那个遗迹，我现在打不过，先放着。哦，又走回去了，又走回去，应该天就亮了吧？哦，然后这边绿色应该会一直跑过来，可能会到我那边有弄一个缺口，可能绿色会一直长到那里。那现在不是黄昏，所以这个柴人没种子。没种子，下面这个可能要到最底的时候再把它打掉，可是血还不一样哦，4460，血量还不一样。哦，那个绿色大概会长到这里，然后就不会长了。这边应该都是泥土，不会变草地。打不到，飞太高。他们飞不上来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弄一个开口，让他们可以飞上来？四只，五只，哦，越来越多。又一个坠落之心，这样就是被我挡住，下面就不会有坠落之心了，要通通掉在上面了。超多只的，现在几点了？看一下，半夜三点。这个亮着哎，哦，闪耀跟种子。哦，到了，这个是我家的下去的地方。
然后后面还在盖，土块不太够，我可能要去另外一张地图挖，因为不想把这边破坏得太严重。其实这边也可以挖一下，下面种种蘑菇什么的，还是蘑菇其实也可以坐在半空中，还没看到有人蘑菇坐在半空中的。蘑菇鞋。哎，阿飞走了，他跑掉了，天也亮了，夜也回去了。好，今天看可不可以过那个沙漠。喂，下雪了，然后回来应该就有一堆企鹅可以抓，十二银，一只十二银，哎，没了，今天企鹅有点少。好啊，这个树我收回来再砍好了，趁现在天亮了。我也过那个沙漠啊，超烦。喂，第二，12银一只。喂，企鹅卖你25银。哦，存钱。为什么这个箱子我按不到？记得在上面可以按啊，很好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可以了。僵尸棋，我这个爱斯基摩僵尸也杀了100多只了。玻璃，都收起来。然后还有什么要收起来的吗？就这样吧。OK，Go。青椒，他杀的。做个平台搭起来好了，他每次都掉下去，好烦哦。哦，这个草在长，然后刚才动一下，然后上面也在长。哦，等它长满了，等它长满来种东西了。现在已经白天了，看可不可以冲过那个沙漠啊！哦，没有这么难。旅行商人，我又回去了。怎么会有旅行商人？我又要回去了哦。你还是等我回来再去看那个旅行商人是干嘛？那个鸟会抓，我抓到一只，哇哇，会乱跳，抓不到，哦。鸟欸，哦，中红雀，红雀值多少钱？七银，消耗品。旅行商人呢？我还可以看之前的讯息吗？不会就是你吧？87哦，好的，没有任何屁用，我转回来。动物我是放在哪一箱啊？为什么这箱按不到？去，哦，七点了，再次出发。这个旅行商人叫什么名字？ALFRED，
上面怎么会有干草？哦，希望可以过那个沙漠啊！我这边卡好久了，有这么难过去吗？晚上的沙漠太可怕了，我这是仙人掌，仙人掌还没挖过，挖挖挖挖挖，哎，我这下去过了，秃鹰，仙人掌其实够多了，不需要再弄了啊，不管了，就比较弱，那个，沙子的虫什么的。很难击退，然后又啊，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反正超烦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又来了，妈的，可以不要一直出这只吗？哇，两只。我要死了啦，唉，我也是醉了。现在到底几点啊？怎么这么多？那墓碑还滚来滚去耶！哦，我又死掉了。老师应该带一点水来喝一下。哦，带一点药水。按 H 是补血吧。有蝴蝶、花，这边怎么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可以抓？我也是一个傻眼。哦，只能做这些，好吧？我鱼饵力50哎，超高，可是没有办法量产，超强鱼饵。那个蝴蝶有没有办法量产，做一堆蝴蝶。其实不用弄甘草，甘草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只能做个诱饵跟什么甘草墙。哇，我可以二段跳，是因为我有拿到那个灵品。又到这个沙漠，妈的，又是这里，哇，这洗地，哇，实战不退，你要按 H 可以补血，欸，真的可以。哦，我好浪费哦，因为它可以补50。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哦，之前掉的钱，它那个墓碑怎么不见呢？要我的墓碑，我的墓碑嘞，上颚，叉叉还在。我决定在这个半空中再搭一座那个。辅助那个，诶，敲敲，没有虫。哇，这个不要站太近了，会被埋在里面。擦，还来。这个倒数是不是表示说，在那个倒数完之前，我都不可以喝水？对，我操，一分钟只能喝一瓶。
样好，这样他应该穿不过来吧？黄菊，诶，仙人掌开花嘞！特别强，岩石来买都比较强。接着我再喝一瓶好了，反正之后那个药草可以量产的话，粉仙人掌球，做染料的，我再喝一瓶。哦，所以仙人掌还是要看一下，它身上如果长那个球，是有东西的，所以还是用来做染料，没什么用处，没什么太大的用处。行行，不是这个用溜溜球比较好打，用仙人掌，仙人掌怎么打？溜溜球，我擦，好，这终于不会动了齁。这回合报仇的时间到了。那个如果靠太近的话，他会吐沙子。要不要让他吐一下？虽然那个沙子吐到也是蛮痛的，这次打完让他吐一下沙子。喂，吐了有没有？不对，那是史莱姆。看着他吐沙子，好大一坨沙子。哎呀，杀不完呢，要吐哦！哇，18，超级痛。喂，好扯哦，可以这样一直出现吗？啊，可以，我擦，头痛，好，继续冲汤这个，怎么只溜溜球只能打两下？KO。晚上了，不会吧？这天晚上了，我感觉才过一下下，还是是别的地形。啊，可能是到别的地形的。我操！这四魂怪也太多了吧！跳不起来。哦，可能是到别的地形了，那个四魂怪地形。哦，对，没错。哦，然后就弄个绳子吧。不对，我应该先把那个路口封起来。下面我从来没有下去过。可能也有什么 BOSS 之变之类的。这个地形我在左边也有遇到。哦，封起来。哇塞！这封起来还是会伸出来，杀不完呢。等一下再来好吗？这可能旁边还有一个这种出口。先把它封起来。等等把它挖穿了，我就掉下去了。哦，先把这绳子弄上去啊。靠腰。哦，逃。
这样不行，真的我会摔死。哎、欸，时来运转是什么东西 ？Lucky Break， 时来运转是三峡、啊。骨折是不是？时来运转。这不知道怎么找，开始听比较好找。有，从高处跌落，而且只剩一丁点生命。这样也有，哦，旅行商人，瓦片，王朝木，家常握爪，十斤喷漆器，泰式炒面，武士刀，买哦。16近战伤害四金，是不是很贵啊？四金，王朝木，这只有一块木头，应该没屁用啊！啊，可以一直买。加长握爪，扩大图格触及范围，分析器，我买个加长握爪，哎、欸，不够钱，好吧。赚的钱还不够多，好，我把僵尸手换掉了。哇，四刀！哦，把我的僵尸收起来。第二只僵尸手，哎、欸，在这边。然后把东西存一下。哎、欸，又晚上了、啊，我怎么过不去啊？叫我如何是好？粉仙人掌球，叫我如何是好？哇，哎、欸，说不定我换这个就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死去，人家死掉了，为什么？那个旅行商有没有打死了？有没有喷东西啊？看看哦，哎、欸，看好像在这边，屁了，好像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再等到明天吗？还是有武士刀冲冲看？太远了，不跟我讲话。哎、欸，存款是什么？哦，我的钱，三金。快速堆叠啊！三金买了这把武士刀，没钱了。哦，兔子抓！诶、欸，等等，这个花白天再来砍，它好像是太阳花，我还没种，它又长一个出来。这个花，我不得要下去抓它。五银币，为了钱抓。欸、然后在地上长一堆花。咦、欸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抓看看。青花，哎、欸，还是蚱蜢，哎、欸。我把我的云粉换掉了，奇怪，怎么不能二段跳？走啊，快照！晚上，走啊，顶多再死一次嘛。哇，十七，还下雨，下雨了，沙漠下雨了，可是沙漠下雨会变多人哇，没有。沙漠之下，而且我的武器好猛哦！我刚刚是僵尸哦，这样就好多了、啊。你那个冲来冲去不能击退的好太多了，不能击退真的太伤了。
僵尸，没有那个虫真的好太多了，那个虫超级坑。啊哇，三银币，原来僵尸这么多钱啊！我以为顶多一，要三银币。又回到这，我的墓碑。其实我先把右边封起来，我们都一直升。哇哇哇！应该是这边啊，这边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看那个树是什么？有没有看过这个树？174块。我要封起来啊！来，禁止封印吗？白天来封要安全，取一取，看半天还没有一取。这么糟吗？路标。如果这么惨，我应该不会摔死了吧？
是五重啊。又没起了，是因为我的血量太少了吗？不然的话，我要不要开一张新的地图，还是找那个生命之树地图？好像可以找到410。仙人掌，那我是仙人掌哦，仙人掌，恶魔仙人掌，只是因为我都没有擦那个魔法，所以怪物生很多这样。六银币，超多，怎么就这么多？仙人掌啊，但是这边还是沙漠、啊，墓碑掉到这里，然后钱在前面那边。这不知道是什么地形，连仙人掌都变成一些花样。接下去，这玩笑开大了，接下去，接下去我可能爬不上来，因为那个很快挖不动。哇，真是好！是啊，沙漠的这个地形都很恶心。真是，这一次地形那边穿来穿去，我。我是想把这里封起来啊，有这么难吗？我花钱跳下去，我的弟弟，有这么难吗？啊，又挂了！哇，所以刚刚杀了快两斤哦，诶？也不对啊，钱掉光光了，我有一斤，可是我应该直接冲过去，不要疯了动，应该是用冲的，为什么觉得我实在要把那个洞封起来，跟要做那个楼梯。对，因为现在还在下雨，还在下雨。
下雨，因为人比较少。快离开这两个区域，沙漠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。飞鱼好像是下雨的时候会出来，而且很灵气耶。它如果掉钱就更多了。这也没有啊，有。封成这样了，这样他应该喝不出来。好奇怪的封印方法。要再整理一下。哇，超深的，没办法，一直深，没有办法作业。办法换工具，直升出来。啊，很绝很绝，就这样子。我还想说把那上面那一块敲掉。搭一个神机，然后我又被那个鸟人打死，神机会被我玩完。我快被我玩光光了，快死！
欸，哟哟，这三小，你可以挖吗？你可以啊，云。啊，我身上爆掉了，想不掉。云，我身上有云啊。哟，好神奇哦。结果我把自己的绳子挖掉，垃圾。是鸽鸟人，是鱼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还有助人啊？我看到宝箱了。哎，我真的上得去吗？从人家底下家那什么家底下挖进去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，又有一种没拿过砖块，再丢我东西。蘑菇，哇，你都舍不得丢。仙人掌，身上带太多垃圾了。蘑菇可以吃欸，把它吃光。这个也有 CD。日盘块，我用星星做出来的那个就是长这样。在家底下开一个洞，耶、yeah, ！跑到他家了，到啥、啊？里面有什么？回忆药水。诶、欸，气球加什么？材料增加跳跃高度，加速近战速度。剑术钥匙，治疗钥匙，天魔。其实我会把它塞到小猪箱子，塞小猪箱子。猪箱很麻烦，要一定要放在平台上面。哦，带东西哦。红橘要，就是锤子收起来，钱也可以存。羽毛等一下还会捡到，骨肉，哇，两个。赤魂战旗，弓的先收起来。五重毒牙那么多个，好，先这样吧。我不要在这里冒险啊。
先不要管这里了。喂、欸，二位小猪，先忘记了，先把这个敲掉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东西不能敲。天魔，天玉香，天魔。哦，反正哦，诶，这个地方是只有下雨天会出现，不会我再去一次它就消失了吧？诶，还在，还在，没事。哦，所以可能是看到鸟的话，就有可能有那个区域。哦，一堆东西。几个气球，哇塞！诶，我是蝙蝠哦。啊、我还以为怎么可以抓人，在找网子在哪边？我操！真的、啊？喂、欸，又一个宝箱，彩虹宝箱哦。脚蹼可游泳？哇？哇，没地方塞了。深度计，哎、欸，我有深度计了，这样可以合一合。多全部啊，不行，我没有金表。好的，这样还是不行。为什么游泳？游泳，我、哦、在水里可以跳了，之前不能跳。然后这是什么？之前在水里要有地形才可以跳，现在可以直接在水中跳，这样就是游泳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装深度计吧？靠，搭在身上就可以了、哦。啊，我们就87，哈哈，原来是搭在身上就可以了。我以为一定要装备起来。月光草，哇、啊，没有月光草种子，我应该晚上再来采。可是我已经有种子了，所以没采。这个应该是丛林地形。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哦？这个史莱姆，往前哇，66哎，好有钱的史莱姆啊！我知道，那么多钱是因为一堆怪物连续击杀，所有的钱加在一起。哎、欸，那也不是哎、欸，好吗？不管了。钱，哇，好多钱！哎、欸，蚜虫，瓜，我一直出那个四轮虫。哎、欸，看来那是瓢虫什么的，被我 KO 了。哟，这是什么？抓人草。现在是丛林地形无误。抓人草。那本体在哪边啊？还是这个就本体了？哦哟，长太短。装备、游泳材料，我防御还是要啊，所以这也要装起来。装备。诶、欸、所以拿在身上也可以哦、喔。我以为一定要装起来。哎、欸，这一定要装。哦，月光草。哇，丛林的怪物也很多诶、欸。不过没有那个那么恶心，沙漠跟那个什么腐化地形，但是这血也太多了吧？60怎么这么难打？
虫，如果装备两块满了，还有虫。食人鱼，食人鱼可以抓吗？不行，跟史莱姆一样不能抓。罗盘，掉一个罗盘，食人鱼会掉罗盘啊？因为我宝箱拿的，那可能我的罗盘是从食人鱼身上拿到的。起来，愤怒罗盘，哦，衣裳又爆掉了，靠这个箱子，我全部，天使雕像，脚蹼，加二近战攻击速度哦，哦，这叫水中箱。应该还不要回去。哇，有虫，驱虫。好，小猪再次出动。一格怎么可以啊？我觉得他要放两格。小猪呼满。还有两个，把我的小猪猪满丢在这里，那就好笑了。怪物太多啦，好收东西，先来个快速堆叠。蚜虫、月光草。云、羽毛、水中箱、狩猎钥匙、炸弹，什么可以收？加四暴击率的脚蹼跟，欸，少一个脚蹼，没捡起来吗？我开箱子的时候应该是暂停了，我没捡起来，我全部。近战速度，你哪个脚蹼比较好？加四暴击好了。近战速度，抓起来。哦，收东西，收收收。羽毛纸钥匙，来枪果，深度器。有没有金表？罗盘加三伤害，对，加四暴击率。饮品要带在身上。咦？这是拿来用的？金属探测器罗盘。诶，钟表是不是放在这边也可以啊？攀爬。对，哇操，原来不用装起来哦。哦，小猪挖起来了。对，还有药水。这样差不多了吧？还有什么东西？鼻涕虫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收起来的？石块。哦，小猪也快被我装满了。哎，蘑菇。哦，就这样，小猪也快满了，小猪再满就要回家了。我是不是应该插个火把？哦，阿外火把，都不插火把了。丛林的东西超多，有宝箱欸，又有宝箱。我身上跟小猪都快满了。宝箱真的是有宝箱，银币、剑、神、回忆镖，全部干走。哇塞，干嘛？
妈哇！好打下来，哇还有，哇！哇！哦，敲掉，我要不要进去探险？不要好了，可是下面有入人手吗？插个火把。下面到底有没有路？哦，喂，有一个星星，哇、哦，吓死，白痴啊！啊，好蠢哦！我死了！天哪、啊，要走过去吗？先整理一下。白痴哦喂，松鼠抓！小猪又拔回来啊，其他随便啊。唉，好像有点难过去哎，我找个时间把那个上面那个土块平台哦，还是叫什么？好，把那个土块平台搭过去好了。嗯哼哼，哇，那今天还要干嘛？开一个新的玩笑好不好？受不了哎、欸，这么难。噔，荧光棒，哦，绳子石桶，啊，那他应该不会有新的东西了。整理一下，看回力标。好一点的回力镖，回力钥匙、宝箱，我这是还可以合成什么东西？记得好像那个云瓶跟什么可以合在一起？云瓶跟，突然找不到，云瓶 and 我问导游，喂，抓，制作品，跟气球啊，云朵气球，啊，是，哦，要做云朵气球，红气球加云瓶，哦，这两个合起来，那还可以做别的吗？哇！各种气球，暴雪气球，暴雪瓶，沙暴气球，哇，臭屁气球，蜂蜜气球，啊，先弄个云朵气球就好。这个是在哪里做啊？云朵气球，没有。该不会要什么工作台？然后我没有。然后那个这个也可以做，可是我没有金表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金表、深度计跟罗盘我有了，缺一个金表。但是要去找一下那个云朵气球在哪里弄啊？回力药水，回复堆叠，那应该也不是在金属哦，也是直接上网查比较快。云朵气球，找一下哦。云朵，怎么打成雪朵？云朵气球，哦，怎么获得云朵气球？跟我讲在哪个工作台做的就好啊。节省一格饰品，火箭靴，
云品视频工作台，我现在没有视频工作台。视频工作台，视频工作台去哪里弄？啊，跟哥布林买。好的。哇，这样不能弄，哈哈哈哈，白痴，不能弄。哇，这样要占好多道具格哦，我头好痛。欸，我看一下藤蔓是不是也不用装备。怪物品的。不行，藤蔓要装起来。要装的话就不会掉。哇，我要装起来。云瓶也要装欸，哇。云瓶。咦，这雷达有加防御，所以还是要装起来。溜溜球看要不要装。这样是这么差。这样这么短，这样这么短，然后这个也是要装起来，这个不用装，这个也不用装，这个也不用装。好的，要不要全部取出啊？算了，全部取出好了，抢夺全部。快速堆叠，快速堆叠，快速堆叠，多做一个，四魂战旗，快速堆叠。哇，这个四魂怪我打了150只，有事吗？150只。金钥匙，肉兔子，树堆叠，快速堆叠，快速堆叠。哎，我把我的，哎，我这边还有土块99个、哦，要不要搭过去啊？算了，我开一个新的冒险，好了，这里要走好远哦，一整个懒惰了。抢夺全部，快速堆叠。哎，有点想把小猪铺满拿下去啊。哎，为什么有个药水没有收起来？狩猎药水哦，不一样啊，一个5分钟，一个10分钟，那应该要这样放。先这样，啊，还是下去好了。这上面有时候宝箱按不到，快速堆叠，天使雕像，弓先收起来。我想想，这样还能干嘛咧？欸，它怎么不会叠？都没有重复的了。羽毛云、月光草、气球、监狱箱、天魔。蚱蜢啊，虫，15%，这么烂。蚜虫40%。还有没有虫子？猪怪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东西放哪里，都乱放。我乱放。天魔，天魔会做什么？看一下。打溜溜球打他。不行啊，
用于特殊制作。羽毛嘞，做药水用的。天使之翼，欸，可以做翅膀，可飞行和缓慢坠落。哦，可是我没有灵魂，强大飞行生物的精华，光明生物的精华。哦，羽毛是做翅膀用的。我要去哪里弄啊？翅膀。好，等会让我再整理一下。云，云在做什么？云，雨云，云墙，云墙。他有说需要用什么？冷空气。哦，天魔，冷天气。诶，天魔。所需物品，天魔，冷天气。雪云。上面好冷。云墙，雨云。天魔跟水。天魔跟冷天气。啊，云有没有比较好的拿法？不知道啊。查一下好不好？云，云，获得云品。欸，好像没有人对云有兴趣。云品，啊哈，云品木箱子，好吧。那就先收起来，没有办法量产云哦。一直响，我怎么一直开着响？有什么要收起来的吗？哦，月光草，月光草，很香。好。然后我来开一个新的地图玩好了。刚才是喷了差不多16啊。这个等我把那个桥搭出来，我再去玩。哎，不是新人物，我这是我另外创了一个，小的好了，专家，更大的难度和战利品。哦 ，W3。W3，欸，我不是创一个小的，要跑那么久啊？这张地图，我觉得我先放着，一直死也不是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三，然后进去的话，要重盖哇，一来就在这里。旁边就有个石矿可以挖，啊，导游不要管他了，我再刮一下干草是吧？其实木材不用种啊，就开一张新地图在那边挖砍木头就好。喂，矿矿矿，这张不会是挖矿地图吧？这么多矿。还是我把我已经融好的那个矿都收起来啊！不行，这样还要盖一个家啊！我回去再收向日葵。欸，到处破坏。哎，虫抓。欸，都是沙漠，我讨厌沙漠。
要一起沙漠吗？情况。我原来矿镐可以用来打史莱姆，哇，蛮强的，好用哎。哦，想不到。哇，鸟飞走了。虫网有没有攻击力啊？没有，结果我又走回来。干脆在这里探险啊！靠，我想探险啊，结果死路。诶，黑土鸡，黑土鸡是怎样？推土机成就，推土机不是这里，收藏家是哦，破坏万个土格，哦，那个。右边是沙漠，我不想去，换走左边。你用这个杀史莱姆好像不错，之前都用溜溜手在杀。哎，导游，我来找你了。这里有路吗？把我卡住了。嗯，噔噔，我现在戴矿工帽，所以有点亮。蜘蛛网。好。发现铁。哎，没了，就到这里。缺铁，骑好像没什么用，欸，又没路了，就到这里了，冒险到此结束。这个洞也太短了，我还有啊，要自己挖。哦，矿有矿，不过又是锡矿嘛，一堆锡矿谁受得了？这又是习惯。我的习惯超多的，然后都是水，所以矿工帽可以在水里。脚蹼还在，哇！这样往哪里挖啊？没路了、啊，随便挖看看看有没有路哦。帽如果戴在身上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一定要穿起来。哦，有路了，有路了，哦，这个路都要自己挖就对了。哎，好短的路哦，所以也不对啊。天哪，给条路啊！发现屋，给个路好吗？结果我是来这边挖土块的吗？那莫名其妙土块变300多了。哦，也好，收集土块，觉得我大概要好几千个土块。
块好像就不用了吧？诶，矿有矿有矿，这是什么矿？铁矿吗？对，是铁矿。缺铁的，你发现屋啊？屋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。哦，有个洞。有个史莱姆。打不到他，悠悠球。插个火把。可以。翡翠。翡翠现在好像也没什么用。哇沙块，哇擦。这是什么？钨矿，哎，原来这个是钨矿。我刚才看还以为是蜘蛛丝。还有一个钨矿没了，然后有宝箱。哎呀，这里也没有路啊，所以一定要这样一路挖哦。我操！发现金。哎，有宝箱在哪里？宝箱。好像还有屋，我要找宝箱，发现金也可以，屋，好像我这样挖过去好了，给我再挖土，挖土机，可是这个地形道路没有通，要自己挖。地图嘛，看一下地图。像也不是这里。屋，好香。去挖，可以。什么东西打我？一直在扣血。中毒？为什么会中毒？这矿口好强哦，而且不用那边一直按，左键按着就一直挖了。那我觉得比那个溜溜球好用一点点。发现宝箱，这都是水，差点挖到水，换一条路哦。一格就把它挖穿了，这样不行。放个火把，把它填起来。喂，铁矿！哦，是水，不会淹死啊？不会，灌下去了。好，没事。躲过一滩水，还有另外一滩。小只的比较弱，因为血比较少。巨型的怎么那么小只？小只的可以杀掉。宝箱类啦。这是什么？老鼠。抓。
是钨矿，它明明是锡矿。哎、啊欸，上面有铁矿，哇、哦，干够久它哦。怎样？还有石头会掉下来，有、欸、差点死掉啊！喝个水。我被石头砸死过一次。哇，还有陷阱的，好扯哦。搭个平台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背景。哇哇哇！铁矿，铁矿。哦，欸、还有宝箱嘞，说好的宝箱呢？哦，钨矿在这边，可是又这么高，跳跳。不会又有石头掉下来吧？宝箱，这宝箱在这附近吗？用武士刀会不会更快一点？不会，11、16球、6。哦，这边啊，木材，哦，好像在这边，铁针，雕像，通通搬走。哎，这个不是宝箱哦，好，好像是金色的。哎，满了，满了，哦，这时候又要出动小猪铺满了，猪铺满。要这么多东西，我没拿钱，我、哦、钱也没有存，那不就还好没有死掉。10块，好吧，老鼠。哎、欸，我的药水怎么剩一瓶？有喝那么快吗？黄金翡翠。好，先这样。喂、欸，压中压力板。我什么时候捡到一个压力板？这里有什么？药水、手里剑、欸，又一个云瓶。这个云瓶蛮容易拿的吗？吊灯不能哦，不一样的吊灯。我想说吊灯怎么不能叠起来？原来它是不一样的啊。极品，可让持有者二连跳。行啊，装起来。被骗了。说好了持有者二连跳呢？欸，开关是干嘛的？危险，等等再弄。看到开关代表很危险，雕像哦，不买挖走，一斤呢、欸？哦，红压力板，它只是个压力板。OK， 然后这边就挖完了，下面还有鱼耶、欸！哇、哦，好，继续往下。现在可以按着攻击啊！咦、欸，为什么我的僵尸手要一下一下按？还是本来就可以按着打？是我没发现。好吧，不管了。挖挖挖！别的地方挖好了。哎、欸。
不会等等那个水灌下来我被淹死，才不会那么衰啊！做个路标，哎、欸，好久没有用火把，自从拿到那个挖矿帽，都不想插火把。怎么又是水啊？区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我以为下一区耶，结果不是。还是石块好硬哦、喔，挖土块好了，顺便累积一下我的土块。咦，还是我那个桥可以用石块做，可是石块不会长东西啊，还是用土块好了。现在石块也超多，超过1000个。挖不到下一区吗？哦，有钨矿，终于有一种我认得出来的矿，钨矿哎，这钨矿在干嘛？做衣服，我现在缺金矿，可是我也没有那个首饰工作台。金矿也在这边哦，是我找不到啊，金矿。哦，生命水晶，再快快有生命水晶。好的，我现在找生命水晶。找啊，该不会就一直挖吧？沙子欸，沙子会掉下来。我一直往右挖，看那个生命水晶的提示有没有消失。哇，都沙子。水完了，我死在这里了。What the fuck？ 哎，还有继续流吗？没了。哦，有水啊！这样要怎么挖？我想想，是一样这样挖。这个水也很怪，它不是应该流下来把这边填满吗？还是这边压力比较大，就流不过来了？这边都是水，我把它封住会怎样呢？不怎么样，就只是这样。那水要往哪里用掉呢？有没有水下呼吸药剂？需要在水里呼吸。这条路应该不对啊！啊，烦哦！那、啊、还好我有矿工帽，不然在水里都看不到。喂喂喂，救命哦！没氧气了，不行，它一直往下掉。哦，这样我好像也不太对啊。呼吸一下。
哎，没满。哦，继续挖。有氧气了，快呼吸。看蛇会不会从这里漏下来，先把它填起来。怕水从这边漏下来，有没有？诶，没有从这边漏下来，不用填。往上面挡住了，挡住了。矿工帽真是个好东西啊，虽然它有点贵。是，其实有更好的照明，矿工帽好很多的照明。哎，这生命水晶到底在哪里啊？这样一路挖过来，都还没超过它的范围。挖一堆沙子回去做玻璃哦。现在沙子多少？279个。沙子好像不能用来搭那个桥，一放上去就掉下去了。这样还在生命水晶范围哦。是我要往下挖，这都石头，不想挖。往下，往下，右下，哇！矿有矿，居然挖对地方了。金、锡矿，这下面应该都是金矿。哎，黄玉，靠腰还不是金矿，是黄玉。我的妈！继续乱挖，哎，又一个洞。过来，铁矿，哇，我被埋死啊！哇，为了挖铁矿被埋死的人，这边应该也会掉。哇，陷阱，后面好像还有铁矿。为了挖铁矿，结果被埋住了。咦，铁矿我要什么？矿车还没做。哦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宝箱，绿蘑菇。生命水晶屋宝箱，喂喂，屋，哎，泥块，泥块是用来丢那个什么鸡的，什么鸡忘记了，反正有一台机器丢进去会有东西跑出来。磨机的，上次用到两台，我也不知道用那么多台干嘛。那个好像是在地层冒险就会找到，是泥块嘛？泥块跟雪泥块，还有化石，我还没看过化石。好，没了吧？只有泥块，把所有的泥块挖光光吗？又有生命水晶，那我的生命水晶。
店到底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诶，这里看起来有路啊。哦，钨矿。哎，那个探矿的东西有没有更好的？这个好难用哦。那明明钨矿那么近，它就不找。因为附近发现，哇，这里好多矿。这张地图一定是挖矿用的，奇矿。先把上面的挖一挖，哇，好多、哦！这奇矿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做防具吗？一堆奇矿。地形，哇哇哇哇！我先把泥块全部抢走，泥块，我还有翡翠石英，我是十块看成石英，嗯哼，好，又挖到一个洞。命水晶有可能在那边，但是我先把这个泥块带走。哦，下面是水。哦，我走这边，下面还是水。欸，为什么它会死掉啊？好诡异哦！这里面有毒吗？有符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位置宝藏。这可以关闭提示。挖泥块，他为了挖泥块掉水里面死掉。真三小，欸，哥布林是吗？他会不会打我？不会，那应该是哥布林没错。好，我先把我的泥块挖完。溜溜球打不到他嘛，所以他不会打我。卡在这边，噔噔噔噔，神平衡锤，我买了古剑、骨头火把，好吧，只有这个平衡锤应该有点用，其他就还好。五金欸，好贵哦，哎，又要想办法存钱了。骨头火把。发出致命光芒，好贵哦！剑，这不好什么刷钱的方法没有？哦，所以那个哥布林的东西不一定。所以挖矿是挖不动啊。喂，跳！刚才那个怪应该是被这个哥布林打死。
哦，生命水晶在这边，挖起来，哦，吃掉。哇，这个也是要装备才会丢溜溜球。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击中一个敌人后，哦，好，那再试试看。防御一四暴击。试试看是不是要装起来、啊？没看到那个有没有丢出去？嘿，嘿，那可以挖吗？可以，铁矿。哎、欸，这旁边还有一个生命水晶，我也是醉了。哦，哇，这样我再往左边挖。上挖过去，所以生命水晶可能在任何地方哦。哇！往左上挖，顺便挖一块。结果我是跑下来挖泥块的吗？到处都是泥块。哎，有洞。喂，飞上去看看。结果只是个挖矿的地方吗？发现生命水晶。咦，我们的钩爪还可以这样用。这样我也不用用平台啦，直接用钩爪。哎、欸，挖钢岩块、欸，我哪里挖到了？挖钢岩块，是不是刚才在水那边？挖钢岩，那好像怪物掉的。现在在哪里挖？这里。这泥块好多哦。变土块，没有泥块，我要泥块，有两个。哦呦，又一个洞。然后下面还有矿石。下去看看好了。哎，哎。跳着挖泥块，然后结果只是一个这样的洞。哇，一堆泥块！要挖完好像也蛮困难的，多少泥块啊？包包快爆了，200个，不知不觉挖了200个泥块。等下那个说好的生命水晶呢？他没有给个准确的坐标。诶，挖穿了吗？没有。
很快挖，找不到了。哦，没有泥块了，代表走错路了吗？没错啊，就我挖通了一个洞，生命水晶还在范围里面。哦，然后只有一格矿，钨矿、黄玉、铁，这边就超过生命水晶的范围，所以应该是往斜上面挖过去，可能在上面。是我看错了吧？生命水晶铁，生命水晶铁，哇，这个奇矿，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绿绿的。对，生命水晶。那是什么？蜘蛛哦。爪钩不够长，欸，水晶在哪里？我死，我死了，什么东西啦？啊，我死掉了。我先回原本的地图存东西。这家不能直接翻过去啊。快速堆叠。欸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是快速堆叠？为什么要快速堆叠？对对对，把钱存进来。哇，头有点痛，你知道怎么整理？让我想想，一堆雕像。这可以堆叠，吊灯、压力板，你那个平衡锤到底是怎样啊？有没有怪物让我试一下？来吧，怪物！哦呦，哇，这个要装备。哦，就多一个锤子在那边，咚咚咚。好的，这个打到伤害多高啊？试一下。疼。我跟溜溜球一样，这样没屁用。哦，躲起来！近战速度。
新的帽子，防御力材料还可以做，做新的帽子。因为我想想，今天要不要到这里就好了，下次再去逛一个矿坑好了。金矿老鼠，老鼠可以卖多少钱？噔噔噔，20银，哇，老鼠这么贵？棒棒，快速归结，企鹅可以卖掉吼？我把云品拔掉，在那边跳半天，我跳不了二段跳。快速堆叠，翅膀快，鼻涕虫，压力板。是板块，对，不是这边啊。我到底要收什么压力板？压力板呢？还可以丢什么呢？矿不在这边啊。矿。把防御。材料啊，其实这样放一放，我都不知道我放哪里。翡翠、蒂虫、老鼠、蒂虫、25。其实今天可以钓个鱼了啊，算了。多一点，很快。敏捷药水，这爱斯基摩冬帽到底可以干嘛？看一下哦，粉红色，那一模一样，变粉红色。好的，没屁用，应该是外观。防御，毒，乌矿，算日矿，蠕虫，碎石块，也拿不完哦。不，还要再一次。把我的土块放进去干嘛？地虫，矿可以，其实可以堆在这边，我不用带出去嘛。泥块，哇，泥块不算哦。那台机器我还有一个，这台，淤泥呀，哦。不是泥块，是淤泥，好吧。本来想说等等换一换就收台，结果不能换。不能换。是板块。铝矿、铁矿、铜矿。哇，这样包包大很多啊。藤蔓。慢留着好了，消。铁链我到底还没有要用。其实一个只要一个铁，堆着占空间。4、5。那红玉，
收起来。绿蘑菇。这边还有一只鸟，鸟不应该放这里，鸟应该放这里。好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放哪里，乱放。平衡球，这个好像也可以做东西，我看一下，溜溜球带什么的，还差悠悠球手套，使主人掌握悠悠球技能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快！结果还有钥匙，哦，包包突然变大。哦，这样包包又变大了。那今天也差不多这样吧。差不多。喂，花岗岩块。好的，那今天差不多这就这样啦，先收台啦。